大家好，我是大脸。你好，我是老张。今天清明节嘞，不叫吃面条，清明节是不叫吃面条啊，都在吃饺子。吃面条的光生虫啊。哦，对。光有虫。今天吃饺子啊，大伙一块做饺子。我现在割点肉回来，这不是都在扒萝卜？萝卜都扒了了，准备嘛。孩子不来，管他婆身上伤了。哎呀，扒子皮。扒个皮，这谁给你弄的？这一袋谁给你买的？我买的呀。你买，你还老想弄现在流行啊？可没呀。哎，胡子皮呀。你看小人呢。这是俺擦的。这不是擦是吧？这咱这不好擦呀。没事儿，你也不爱。哎呀，我回家擦完补上吧。中间老冷，反正包了，从来包卫生，现在都不冷。啊，出来。啊，俺雷爷跟那种菜的，在家里。俺奶，小奶奶，你为啥不给主人玩具？就俺看那花，后边也够细细的。你今年新的电钻不？甩都能买着，我一叫国外找着吧，中吗？俺那小葱都长真大了，就俺那小宝拿了1块钱，他说买个八宝菜。他的小孩也跟着，那闺女也跟着，那闺女跑得快，跟着他俩跟着走。哥俩搁到车吧。爸爸，爷爷，我要吃鸽子。来，哥，放东西。大车吧。前途大路。我他小辈儿。我也不脏啊。几岁的小辈儿？跟着走，跟着走。反正就是小辈儿。不是不如亲戚吗？这个是啥？啥？这个的，你手脏不脏？我也不脏，我洗脚的。垫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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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垫住。哎，垫住。哎，几百块钱呢？慢慢，钱慢慢，有有有有有有。招呼着，哥，哥一会儿要抓着。有难。萝卜子还有一个，不是还是那啥不能吃？我扒上了一盆了，我扒上那么些个萝卜。成开的，这不成啊？我扒上那些萝卜不能放。你够了。这凉皮管不管？管。你擦擦吧。擦身儿，你别在家擦身儿。我早都滚了，那这好干，整点个萝卜儿，搁点弄水的，老硬，弄了就麻的吃。啊，老硬，这就两锅，一锅。咱往这还弄点。嗯，他撵着很，一走就乱巴巴走了，都撵你。我看人一身上破了。俺家人家演的多好，咱俩演的不好。你演的不好，冤可你演好你看人家演的多好。装上某家，装某家，你不得吓慌啊？他说：“哥说的，找一边去，他说上这儿领我去。我一看去上这儿去装门。”小人叫我们的，我都。人家还说他过来摸，他说摸鸟，该找个摸头，他要说搁这儿的可脱了。搁这时候还带竹门的，俺门的哈，叫慢慢给锁门吧，该。俺门搁这儿，俺门。你说成也这都是说，你也不成情，也不你俺也熟了。哟，天哪，活的，让他活的呀！
好，好了。过来，妈妈。妈妈。他又要到了咱大路南，大路南又拐回来说弄好了吧？这多，我说吧，山东人老弄路也不中。啊啊。弄哪路嘛？你还有找过他了？要一趟两次啊？啊。回来了。他是跟军辉跟老胡刚在一块儿，你看上午喝了酒了。还是要弄那个。他那呢？他那是那么冷天呢呀？我拿过来吧，好了。水少不少啊？不少不少，少就在那。好。不着急。姐姐，不着急。别还在戳青菜了吧？我现在不戳青菜，生了老公，都生了菜。第一。就是不认，真大个子，爹都不认。你还养，你还养高谈的？你不知道，你还养高谈的？现在叫那女的装到箱子里头，不是？装到哪个？他一你看那女的装到那里头了，妈妈妈妈，有一拿着本儿，不是把那箱子里卡的，他吓得哭呀，妈妈妈妈，他还喊他妈妈的。你坐了，我坐书本的，俺俩坐这坐着呢。坐坐坐，就坐了快点，坐坐。在这萝卜丝儿宽，拿着炸萝卜皮儿，哎，老难炸了。俺那草丛那儿管着。哦，那儿也那是，那是沾着水的，沾着井。自来水干净。咱们切完，别说多，嗯。陈主任，你还跟着人说？我搁万能奶奶，我镜头啊，多点点赞。我还是问一下，你还给我剁你手一上了。老多呀，啊，五香粉啊，味精味精，你这苦肉的你不吃着，来吧，味精。要了了，啊，哎，来点胡椒粉。我的
吃的。你这说不管谁吃，也吃了我岸边脚，也吃我岸边脚。都这都生硬了吧？来，我挪挪，你摸你挪挪我。你吃着岸边脚，你吃一会儿劲能耐呀？娘娘。不能撑我干，妥了妥了，不挪能，你那不挪能干。你看吧，你看吧，你要撑俺不是不挪能干，给你吐出这溜这水。你说的也有了，也有了兑水的。啊，有那的，也半汤饺子呢。搁帐篷里吧，搁帐篷里。你手放了油吧，我减肥。你，这是我必须得腌，腌腌无聊，吃啥都着了，腌好了，不搁这下，腌好了，再整这萝卜菜，这菜叶儿里。现在饺子馅已经盘好了，就是各位母们都回去准备面，准备煮饺子，叫俺来讲讲煮这饺子馅的心道吧。好好，来，今儿太色急了，弄的来的太色急了，就是肉没腌好，反正上午来就是各对各吃的了吧，肉跟这粒儿都搁一头，早起来一腌，味儿都出来了，哎，腌料配点别的菜。烫好了，穿好了，就是姐姐吧，包时候了。